four, three, two, one. 拉到中间，你们远程治疗都进来这个圈里面打呀，都进来圈里面打呀。地板那个大圈。远程取消。来围着 boss 放呀，这下。围着 boss 放，分散一点，三个圈围着他呀。好，消，boss 旁边有，走，这 boss 没长了吗？小的，把它吃掉，剩饭，月亮旁边那个剩饭吃掉啊。围着 boss 放，又变大了。给层的去吃一下，要剩饭。旁边那个人吃。别放远了。治疗把大饼这一摊消一下，治疗远程，别躲在屁股后面一直在那里不消呀。可以了，不用消了。下一坨放骷髅区就行了，往骷髅那边放，往骷髅那边去，去。回来。应该贴边的，你看后面有，本来有场地可以放。远程把这个方块就吃掉，方块右边全部吃掉。方块这边三个吃掉，全部吃掉，都过来吃掉。点兵往紫林那边放啊，紫林骷髅那边，然后往左动，人群过来。一飞 ，OK。人群来方块这边，点名往紫林放。人群来方块这边，往紫林那个角落里面钻啊！啊，月亮这吃掉，他这乱拉的是。哎，点名往紫林那边走。哎，谁放在外面？你，哎，这个又要吃掉，方块光柱这个再吃掉。现在直接铲上来吃干净就行了。你们如那个 boss 屁股，你 boss 往右带一步，往右带一步，对，我明白，这是我的左边，放 boss 屁股后面就行了啊。紫林这个到方块中间去，注意一下屁股有没有拉，往里放，回来，屁股近战，屁股坦克看不见，还是紫林方块啊，中间啊，还是紫林方块。人群往左，好吗？站右边干什么？哎呦，真他妈！放错位置了，大饼啊，完了，吃掉，吃，过来吃。好，点名骷髅啊，点名骷髅吐息。来，所有人来方块这边，所有人来方块，快！注意一下他拉的屎啊，屁股我们刚看不到。点名人群往右动，其他后退。进水里放 okay, 好，回来把飞林拉起来，我拉了，哇啊，骷髅紫林那边啊，人群站星星，
人群战星星，火放骷髅紫灵雀，顶着放水里，放水里。投钱。注意一下他有没有乱拉屎啊？死人死多了，能打掉的。没有。哎，我操！你们直接放在这里吗？或是不，这个30%血以下啊，真的不要去放水里，放水里进去就回不来的，就死了。他们叠枪叠太快了。标了光柱，你就往那放就行了，知道吧？放水里不是叫你冲到里面去，你贴着水边吧，最外面那边不会叠成的。等他妈的换 boss 了，我操，咋逼了？换 boss 了，烧死了，直接用船了。哎，我还想打死他的。